哎，还带了宝贝儿来，挺好的。哇，刚好提前过母亲节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谢谢执行长跟大家问候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谢谢大家今天来。啊，知道温可奈雪在基隆是很热门的专柜，尤其呢有很多快闪，最近还引进了这个 Karl Lagerfeld， 对不对？你今天有什么重点要跟大家分享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 Win Collection？我今天的重点就是我跟那个 Maggie 玉芳签的这两位小朋友，今天给大家的惊喜就是我们今天来快闪 Karl Lagerfeld 的童装。哇，太好了！今天他们两个是我的小小特别嘉宾，然后还非常谢谢玉芳姐的今天的那个力挺大力支持。他今天等于是穿了母子装来，母女装来，对不对？哈，对，我女儿，为我们介绍一下吧，哈。哦，因为这个我们妈妈当然是够老了，所以是穿老佛爷的衣服啦。对。那小朋友就够小，所以他们穿的是小佛爷的衣服。对，经典的哦。来 ，Carl 的剪影穿在身上。你们两个走前面走一圈吧，走个一圈，来，我们走到前面。他们两个好像。好，敬礼，说大家好。好，女生很大方，哎，儿子比较害羞啊。我们现在是姐的时代。哦，对对对。我们是5岁的姐姐，4岁的弟弟。现在女生很强势哈，很霸气。弟弟也是穿着Carl的童装。是的。